今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，我们一起走过的是睦邻友好、并肩战斗、命运与共、共同发展的75年。新形势下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，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崇高意志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意愿，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。赵乐际指出，中朝友谊是两党两国老一辈革命家亲手缔造和培育的，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种种考验，是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。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朝关系，维护好、巩固好、发展好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，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。